米格鲁，我朋友家米格鲁是你用婴儿那安全锁，它都会剥掉，然后翻里面东西的，它很聪明。是，它是你看机场一定要用的。我以为米格鲁只有长得可爱耶。错，错，怎么可能？那你博美犬，因为我姑姑家以前有养过博美犬，我看它是蛮聪明，因为它不咬其他人，只咬我。TVBS 欢乐台42频道，周一到周五晚间8点，拜托 ATM。